好啦，大家晚，我是马萨丘，然后这次进行的是第11次的恶霸努尼的游戏录制。那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1:16。然后这款游戏，因为之前出过的状况就是我的影片突然不能上传到 YouTube 上面了。然后结果发现是可能我上传的档案名称过长，就是因为每次我都先把就是每一集的标题先打好，然后传上去啊，然后可能过长吧，所以他就不接受，然后就害我导致一直我的上传一直失败，然后就录了一堆莫名其妙的乐高游戏啊。好啦，那之后我就回来再录一下恶霸努尼吧，因为这款游戏是自由度很高的游戏，相对的它剧情也会比较长，然后也会玩的比较久一点，所以目前我的录制状态就是以可能今天录一下这款游戏，啊，明天就录别的款游戏，然后后天再录另一款游戏，游戏越录越多啊，就是可能就是不像之前那么专一，就是一丝破台这样子啊，因为毕竟最近的观众有比较多一些啦，大家的口味可能都不太一样嘛。目前点阅率最高的是那一款那个外科医生模拟游戏啊，大家都喜欢看那个恐怖血腥的游戏啊，哎。好吧，那我就废话不多说，先开始这次游戏录制吧。有点没玩，有点久没玩，有点忘记它怎么操控。是 Auto 是确定键。上次玩到哪边我也忘了，有一阵子没玩了。现在哪里怎么记得？看一下任务好了。切哥，这是打工吧？好吧，我们到溪谷中竞速。游戏哦，上次玩到就是跟那个谁啊，我们班那个男的，什么发生什么事？你还好吗，大哥？你在干什么？你在欺负人对不对？我们来谈你，不是你啊，走开！你在欺负人？啊大，哈哈，骑你，扑倒你，我踢你鸡鸡，一开台就踢鸡鸡，哦，踢你一刀，剪我一刀。好啦，现在时间呢？游戏时间9点要准备上课。我先玩一下游戏的，因为他上课上完课之后就是今晚女生寝室，男生寝枕头搭档。今晚哦，那今晚我一定要去的啦。因为这游戏的话，你只要上课之后就会解开一些特殊的，就是例如什么什么增加什么技能或什么之类的。Where is everybody? Oh, Jimmy. It's you. Yeah, it's me. Gary, now that his Tremosa school gets you. 你想杀了盖伊？没错，就是那王八蛋那个盖伊。Gary will get what's coming to him.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了？那给你。Sitting around watching TV by yourself like a loser. 像废物的看电视。What's wrong? 还是有人把你的床当成厕所。One moment. 恶霸学校。盖伊是个叛徒，你是个疯子，哦，好棒的形容词啊！我就是疯媳，哎，感觉好像受害者一样啊！你又站起来了，你是笨蛋，你自己也知道你是笨蛋。闪电自行车 ，Come on， 让我去参加自行车比赛 ，Yes。嘟嘟嘟嘟，你们不穿布鞋吗？都厚皮鞋声音，莫名其妙。所以我们要参加自行车比赛啊，感觉会很难，感觉会摔车。找一辆自行车，哎，大哥你等我。哎，上课了耶，我要翘课，呵呵。噔噔噔噔噔，看一下，等下，这么远啊？那我翘课翘定了，赚你，没赚到，还是我要上课？我看一下这节什么课好了。如果这节课不是很好的话，我就翘课，还是不要好了，先就是这样。反正上课后面再上就好了。现在追主线任务比较重要啊，因为我乱玩游戏，我的游戏都越录越长，都这边乱玩，随便弄。行了，往哪边走啊？左边是不是啊？左转甩尾。刚才地上好像有东西发光哎，我看错了吗？没有，我没有看错，没错，有东西在发光，那是橡皮筋吧？鸡跳吼哦，特技表演，呵呵，叮，橡皮筋。Yes。收集橡皮筋也不知道可以干嘛啊，不管了，我们先解任务再说。好，今天是6月6号，原本说估计要大概6月7月的时候换电脑，现在可能会延后吧，因为目前就是经济状况不是很理想啊，毕竟
就之前办了一堆有的没的东西的活动啊，花了一堆钱啊。啊，拍谁啊？我不是故意的啊，对不起，小姐，我不是故意要撞你的。你警察叔叔不要骑摩托车撞我。然后飞越宇宙了。警察叔叔走开，我不是故意的。啊，不，哦，吼吼吼，追不到我。你们追不到我，你们是笨蛋，有脚踏车，直接牵着脚踏车就好了。哎，脚踏车借我。不用骑。哦吼 ，yes， 骑你的脚踏车。哪里？哪里？三二一 ，Go！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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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干！啊有了，这样也有。啊干！有！你可以 ，I'm faster，I'm thank you 的。哦，沙滩，哦有！啊，第一名啊，你们烂呢、欸、你们！哇、哦，这简单多了，呵呵。哪里？要上去的意思吗？啊 ！Fuck you！ 你骗我，不是要上去哦。干！我大麦照，走开！哎，你们出拳头犯规！可以拿我的武器吗？不能。哎，暴力脚踏车！你可以。Oh yeah！ 呵呵，我有点杀 Q 的，怎么犯规啊？耶，我第一名，嘿嘿，我是最强的。啊，是骑完了没啦？这路怎么那么长？等等，他不一定要骑到官宣的，他只要有穿过去就可以了。呵呵，比那个侠盗猎车手简单多了。还是到了没啦？哦，甩尾。Hello， 啊，对不起，暴力成人，呵呵，我不是故意要撞你的，是你要在那边撞。啊，干 ，fuck you， 给我下车。呵呵，哦，拜拜。哦，这样太爽了。行内哦，蛇形，蛇形雕手。啊，是要到了没啦？哇、哦、这路怎么那么长，到底谁规划的路线？哎呦哦，我累了大哥。是到了没啦？嘿嘿嘿嘿嘿嘿，第一名我来了，最后冲刺，可以可以，甩尾。还有没有？到了没？到了，到了，到了！啊哈哈 ！Yeah， we win， I win， yeah。单车之王，赢得漂亮 ，yeah。随时来转转，我会送你好东西的。通关，附加体质减十，所以我会跟附加体质干起来，是不是？好吧。那我可以准备把那个声音换掉。哎，我换课了。打打架，不理你，走开，给我走开。我要准备去上课了。那我等一下给警察抓一下。呵呵。沙通，哎，直接解下个任务啊！啊。转下一个 CC85， 然后分解它，重新自制的767重组，听不懂啦。它会让你的机器飞起来。That's what the pros do. How can I get the 976 because I thought it'd make me look important amongst my peer group? Yep. A 976. What? 976, 你是女人吗？ Oh, just the kid who won the race. Hey, yeah. You came for the trophy, huh? Yeah. Here she is. Beautiful. 干杯。Plastic covered in aluminum wrap. 铝合金包。Misspelled on it. Excellent. Great. Look at this.A bunch of guys whose career aspirations are to work in store. 干你屁事哦！ Fabulous. 你在连炮走开。Well, your place in life is in my toilet. You trust fun turd? Do you even have flushing toilets in your trailer? 冲水马桶。I couldn't imagine it. You guys are a bunch of scumbags, aren't you? What you got? Bring it. Come on. Nice trophy.
给我的奖杯，你这王八蛋，干什么？林北的奖杯还我。啊，皮夹大哥不是要帮我吗？那你还走开了？我的奖杯，我的奖杯呢？在哪里？跑那么远了、哦？林北的奖杯，给林北回来。林北回来，哎，这边是我的家伙。你竟然跑到我家里面，你们找死是不是？不知道这边是我的地盘吗？哪里？哪里？哦 ，fuck you！ 要准备我的武器啊！找死是不是啊？奇内哦，奇内哦，哎，我有扳手哎，吃屎吧你！丢！哦哦，有点迷惘，有点生疏哦。奇内哦，哦哦，踢你，啊哈，踢你。干什么啊？干 ，fuck you！ 我的炸弹呢？我的炸弹用完了，吃羊吃粉吧你！啊！重拳，后溜根，后溜根，抓起来！游戏换你了。哎、欸，我的奖杯，游戏过关，呵呵呵，自行车比赛，这样就过关了，我们这边。然后呢 ？Let's eat。你们不是一伙的吗？你干嘛？是要去游泳？你给我走开！你的莫名其妙，我才不要游泳！你给林北走开！走开！哦，怎么长？哦，很会打，很会打！踢你！呵呵，羞辱你！呵呵呵，给林北走开！呵呵呵，不理你们了。我要存点存档，这边是我的家，然后在这边，所以这边原本是他们的据点，然后因为我赢了拳击比赛之后，所以这边就变我的家了，呵呵。所以这时候我要把我的上衣给换掉，我把富家子弟不会跟我合伙，所以就是就不理他们了。嗯，电饼餐，上次算什么？这个吗？嗯，不是，超难看，红色忍者外星什么东西？呵呵呵。好像是这件吧，哦，对，就这件，就是酷炫套装。我们背上有个 L， 我是 L， 呵呵 L， 我先存档，存这个。现在时间是11:34，好了，我已经解了两个任务了，看一下下一个任务是怎样。泰德的房子，割除草机，啊，我们回学校看看。看看下一节课是什么课，所以我们会跟那个皮夹克班友好吧，因为我会跟他合伙。好啦，不管啦，任务在学校，然后那个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任务，这个看一下，哦，那是在学校的任务，好吧，看一下。好吧，我先回学校好了。我需要脚踏车。I need a car 打车。哎，你好。biu， biu， 武器暴力。没错，我就是暴力，怎样？林北就是暴力。阿伯力气别安诺。骑我脚踏车。哎，脚踏车借我，拜拜。真的哦，这条脚踏车好快哦。啊，快是有屁用哦。我上课了，哦，快回学校！学校我来了，学校我来了，我要回来了，我要回来上课。我骑脚踏车去学校里面，呵呵。噔噔噔，旷课，我知道我旷课了，没看我在赶路吗？你看学校他妈那么远，又不能骑摩托车。谁喂？这里吗？哎，对，这里。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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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节什么课？哎，体育课耶，我最喜欢的体育课。啊 ，fuck you！ 滑板车比较快了，哪里没有滑板车？哎 ，go go go！ 滑板车，滑板车，滑板车，校园骑滑板车。滑板车，滑板车，滑板车车车。这好像要下雨的感觉，这游戏好像像也会下雨吧？要跟那个啊，我要去上课了，我知道。跳，游戏，漂亮，跳。哪里？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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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跑，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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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课来了。解完体育课的话，会解开一些就是格斗技能，比较好。比较实用一点，不像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啊，那个什么来的课、啊，那个什么音乐课啊，没屁用啊！音乐课写完就解开一些衣服，那衣服看起来都超难看的。来玩躲避球耶！躲避球我会，我最会躲避球了。啊啊啊！我的我的，你搞定被走开，丢你！呵呵，跳，机器丢，呵呵，机器丢，呵呵。Yeah, I win! 轻而易举，小胖他都可以赢你。第二回合 ，Let's battle！ 哎，我的球，走开，走开，呵呵呵，杀球，呵呵，还没接到球，笨蛋。林北的球，哎，你是不会去捡球？哪里？行、啊、呢，直接死掉，哈哈，你很烂呢，怪你还怎么打一只？耶、yeah, ，体育课破解了，这次回来教教我们这些笨蛋。所以我体育课教完了，哦，提升准确度，呼呀，有最强的弹弓。你可以从躲避球游戏开始一轮躲避球游戏。所以呢 ，Hello Hello P 哦，一些 Hello 杀小哦，直接死掉哦，武器暴力，啊 fuck you。啊！被抓到了哦！被抓到了，太大意了。嗯，干什么？哦，我要做劳动服务哦，好烦哦！下面割草，可以不要割草吗？带着背着背背背背背，浪费我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只要割70%的草就可以了。哎，80%哦，不是70%。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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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嗯噔噔，然后之前我试过，就是如果你如果直接开车撞他的话，他会就是叫你还是再叫你回来。然后如果你直接走出去，他也是叫你回来。所以不管怎样，就是强迫你要把它割完，强迫你浪费时间在这边，然后就拖了很多时间。然后我的游戏录制要录制很久，就是因为我殴打学生，呵呵，校园暴力霸凌。好了，没啦，80%的哦。哎，任务完成，可以，我可以走了吗？耶，够了，这游戏已完成。啊，你这个草是长多久啊？那上次不才割过，现在又长出来了。你不要了，你不要嚣张，你不要嚣张啊！你，呵呵呵呵呵呵呵，我给你追，来来来来来，走开了。我给你追，我给你追，你追不到我，你追不到我，笨蛋，呵呵。现在我们要先解学校任务好了。等等等，嗨，你好。哪尼？真呛我！哎，不得！你在推什么啦？救命救命！哦，这边是他们帮派的地方哦，我走错地方了，不好意思啊，那我先走了，拜拜。哇哈，你不会翻墙，我会翻墙。嗨，你好。哪里懂？来一堆短裤。大家你好，来我们亲热一下。哎 ，Hello， 来送你花朵。You，
来亲我亲我快亲我来亲我亲我 Yeah Kiss me Yeah 亲女生可以补血超爽的，就是会多个多的最大的血量会增加。 Oh yeah 啊什么时候我也可以这样子Yeah it's so bad Yeah 好吧，咱们去捡任务，捡任务时间到了，噔噔噔噔噔噔，看人家那么小就会手牵手的。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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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任务在学校里面，打开开门，现在时间是11:36，也是估计大约录个一个小时，大约快一个小时左右好了。换牛怪兽，给我走开，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里面，太恶心了。进来存档。嗨，你好。You may wait, but, but, but. 游戏。目前进度是 28, 我们还有88要玩。就很久啊，这是什么任务啊？除草剂。不要割草啊，我们不要再割草了。教授。教务教授。Hello?你的头上的老人斑怎么那么多？别光在那边，我来帮忙。你要我干什么？你找我干嘛？看那株植物，哦，这个捕蝇草也太大了吧？那突变的是不是啊？你的名字也太长了吧？西洋稀有的捕蝇草，德比·哈林顿。然后呢？德比是谁？我不认识他，好不好？那株植物来鄙视我的收藏。每种植物只有两种状态 ：life or die，and death。桌上那个是星星，是猴子的头骨吗？我想直接干掉。哦，不是要我杀人吗？哦耶！好吧，不是要杀人哦，感觉杀人会比较简单哦。好吧，你这个教授怎么邪恶？居然叫自己的学生去打烂别人的植物，莫名其妙。好啦，我们要换成富家子弟的衣服，所以我们一连串的任务都是跟富家子弟打的，这样子，好吧？会不会跟第一章一样啊？因为第一章原本是跟那个就是白色恶棍打，然后结果后面是跟他们和好的。好啦，这是我猜测而已啦。啊，不是晚上会有女生的那个什么枕头派对吗？那怎么还没开始？如果有的话，我就把这任务取消掉，呵呵，我就可以参加枕头派对。好吧，我们要先换衣服，换成先做一些衣服。异香蛋，我怎么会异香蛋自己本身？滋养粉，不能存档哦。对，我在任务时间。好吧，我们要换成水莓背心。哦，游戏。然后去老布沃斯理发，还要理发哦。这个任务会不会太麻烦了一点？莫名其妙，叫我换衣服还要理发，那叫我整形好了啦。直接叫我整形比较快了，没有理发说的。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脚踏车？脚踏车没有脚踏车，哎，小胖，赶紧别下来。拜拜，嘿嘿，叛牛怪兽，哦，好恶心，哦，等一下，要骑错方向了，这边，哎西 ，Let's go， 冲冲冲冲冲冲冲，用最快的速度，我们时速50，不对，时速60好了，可以，叮叮叮，骑脚踏车可以按有铃铛声吗？没有，好吧，甩尾，大甩尾，游戏。不要撞到人，不然会被警察叔叔打。警察叔叔会追着你跑。跳车，游戏。
就是外国小孩都喜欢这样子，骑到一半突然跳车。理发时间到了，我们要理什么头呢？理发理光头吗？好小孩，好个屁呀、啊！好小孩，好莱坞，这是什么？永博，短而粗糙，老丑，聪明，这叫聪明。常春藤联盟，常春藤联盟是啥小？好小孩，我是好小孩。所以可以随便讲，聪明，我们叫聪明。记忆法，巧克力色，巧克力，有花蝶外巧克力不？铜色，地色。四褐色，哦，四褐色。二购买，叮，游戏退出。好小孩发型，哈哈。装扮成一个副将，只是进入哈林顿的房子。哈林顿，哦，哈林顿的房子啊，那是他的房子哦。好吧，哈林顿的房子。哦，这就是学校的那个校园区嘛，富家子弟的这是园区。好吧，我们要回去哦。随处都有脚踏车可以骑，超好的，有没有？嗯，路途好遥远。噔噔噔噔噔噔，路人真大摇大摆的。哎，欧多拜嘞！你这臭女人，竟然骑欧多拜！哎，欧多拜是哪个年代的欧多拜啊？这游戏的背景应该是，就是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吧，就是世界大战刚完结束。哎，你好，我不是故意的。哎，你好，我是故意的。赶紧被罩啦！哎，反叛，甩尾。噔噔噔噔噔，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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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车。没撞到人，好吧。再去。哎，我的帽子嘞？我的帽子不见了。啊，你确定你只是换个衣服，然后理个头发就可以骗过别人的眼睛吗？你的脸还是那样子啊，你的声音也是那样子啊，你的外国小孩都是白痴吗？啊，真绝对，哎，卡住了。哈，跳。哎 ，Hello。IP 哟、哦。跳。你在转什么啦？笨呢，冲冲冲冲冲冲冲！我到了，我到了。哎，你好，哎，你好。哦，如果我穿这个衣服的话，就亲我。来送你花朵，来亲我，快亲我！把高，把学姐，耶、yeah ！快亲我，快亲我！妈妈妈妈妈妈！哦耶！哦，好棒哦！耶、yeah ！到处亲，到处亲人。耶！哎 ，man， 耶！哎，真是，如果现实有那么简单就好了。现实来亲亲就好了。好了，现在时间是11:44。现在要干嘛？嗨，你好，交谈。嗨，你好。Hey man， 找到那株珍贵的植物，破坏它。就是我个蛋，那任务应该不会有什么突发状况吧？嗨，你好，在楼上。OK， 我知道在楼上，没问题，锁定目标，我们会毁掉它的。还要顶楼，锁住的，锁住的。看看他们电视有没有比较高级。哎，你们电视也是没有频道啊，你们都是电视都是假的、哦。莫名其妙。噔噔噔噔，锁住的，所以我们只能毁掉那株植物。哎，植物嘞？还在楼上哦。哦，这么远。哎，是把植物送在哪边啦、啊？你知道种多高啦、啊？莫名其妙。嗨，你好，可以踢吗？快到！哪里？走开啦！我不是故意的，我发誓我不是故意的。好了，我先把植物毁掉。哦，那么大一个植物，使用毒药。先打他们好了。逆转。欧路痕。
剩一滴血你要打，换你了。来来来，你是远距离的是不是？哦，鸡蛋，你就拿鸡蛋打我，踢你，踢你，呵呵，想不到吧？想不到我会踢你，不对，你给我走，恶霸行为，走开，你别走开，我要接我的任务，不理你。来来来来来来，这是为什么这边会有除草机？哦，破坏食物。行呢？哪里？然后呢？我来冲击哦！我将会不会杀了全部的植物啊？呀，那个富贵子弟的那个友好度就下降低了。行啊，行嘞哦。耶、yeah, ，你死了，呵呵，呵，打完周公，这个可以喷了吗？不能，好吧。哦，破坏破坏，任意破坏。哎、欸，你们还在这边？我不是放你一条生路人，你们还在这边，莫名其妙。好啦，该闪人的，闪人时间到了，破坏达成，游戏，哪里？炸我炸我，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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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你们追不到我，哪里？哪里？拿家伙打你们！不堪一击，你们一点喷你！哈，错错，吼吼，天下无敌！哎，所以没有路啊，所以我要去哪边？这里吗？怎么还有人？踢！哦，反击！居然反击！哦，干什么？捏你手手！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捏手手，呵呵，去死吧你！呵呵。所以呢，我想要去哪里？没有路啊！居然没有路，应该有别的路吧？真的没有路啊？怎么会没有路呢？这里这么大，难道就没有什么密道之类的吗？这里吗？这个门是没屁用啦，钻石屋的门哦、喔，是没弄门。惨了，我被困在这边了，我被困在这里啊，怎么办？怎么办？来点任务提示好不好？嗯，这里锁住的，哎，门开了耶，就的，拿出我的炸药，是大便吗？哦，会闪呢，哦，反击拳是吧？反击拳，看你的炸药厉害还是我的拳，看你的拳头厉害还是我的炸药厉害，踢你，还是死了吧，呵呵，嘞嘞嘞嘞嘞，天下无敌，世界强，成功，逃脱成功，将大摇大摆的回报人食物，哟西，过关30块，好多、哦，呵呵呵，老师果然老师给的钱就是不一样，现在时间是11:50，嗨你好，丢你们，呼呼，耶、yeah!。耶嘿嘿，耶嘿嘿嘿。女生那边有任务吗？没有。嗯，好吧。我准备收台了。啊，你追不到我啦，笨蛋。现在时间是11:50。好的，我要准备这边收台。我先把衣服换回来好了。衣服真的超难看的。嗨，你好。嗨，雷儿。嗯，你要干嘛？送回去、哦、吃大便吧你，呵呵，骚扰女人，
挣脱挣脱，被抓到了，直接连挣脱都不能挣脱。果然骚扰女生是一击中罪。好啦，送我回宿舍吧。拜托你送我回宿舍，我不承受劳动服务。哦，违反性交，好，回来了。想沾到什么东西 ？What is this？ 那是内裤吗？哎、欸，这也是内裤，那是什么？随便啦。好啦，我先看一下。嗯，这边有熊娃娃、墓碑、哎、欸、奖杯，所以这些都是我之前拿到的东西吧。好啦，我先把衣服换回来。哎、欸，这边上面有东西耶，有个植物花。那随便啦，先把我的衣服换回来。头？咋的？不是这个，傻瓜帽。哈哈哈，有大大是埃菲尔铁塔帽，呵呵，超丑的，有没有？工会帽。哦，原本是戴这个吧。决定，可惜。换回我们帅帅的服装。好啦，现在时间是11:51，真的。那我这次的游戏录制就先在这边结束了。那如果各位喜欢的影片的话，可以按左下角的订阅喜欢。那我就先。在这边先收台啦，那谢谢各位的观赏。那下次会录制什么游戏就不一定啦、啊。反正就是今天录一点，那天录一点吧，这样慢慢把游戏录完。好，那我就收台啦，拜拜。